小心雨可，可可在乖乖的睡觉觉，忽然来了一只鸽子停在可可面前。可可成功将鸽子赶走了，这个帅气的背影，我们可可也是活力十足的仔哦。雨可可，你现在是真厉害啊。可可也是越来越帅气了，很像爸爸熊，面带笑容的样子让人很想入啊。